站，吸引了大批粉丝。顶着大太阳，大批粉丝聚集高雄博尔特区，拿起手机狂拍，到底是哪位偶像这么有魅力？原来就是他。我们等会在高雄看大家见面哦。那明天我们因为开展第一年，有举办特别的活动。超元气欧巴桑花妈挥挥手，粉丝又是一阵狂拍，现场还大手笔制作26只卡通角色公仔，结合经典场景原汁原味呈现，可爱指数破表，让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。花妈，可爱吗？嗯，很可爱。可爱。你喜不喜欢看？喜欢。那你最喜欢花妈？为什么？因为她可以把家里整理得很干净。你最喜欢哪一个人？橘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很会做泰迪熊。仿佛走进了卡通，要让南台湾的花粉们近距离感受温暖又疗愈的花式魅力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